陆夏，你打网球是为了什么？我有个目标。什么目标？老爸，给你打两把，要不要放水啊？不需要。望着天空，越飞越高，云朵随着微风自由舞蹈。 不怕沿途路上挫折和跌倒，什么都难不倒。就算旁人对我冷眼嘲笑，也不管遇到再大的风暴，我终会成为你心中的骄傲，飞向你的怀抱。我是。 城堡。